小芳，你带表妹去哪里？摘菜。不要逗他，不要逗他，等下你出不来，我就帮不了你。不要急，叫我松。带干旱的哦，要淋水的哦。有职业装吗？去哪里啊？阿姐，嗯，你哥哥家有没有留房东西啊？不会。因为我们这个益康业药酒啊，嗯，本来就有一个消炎、杀毒是吗？杀毒的作用，怕它就会痒，必须要放上我们这个。嗯、老总，你在后面拿那个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那样子。这个是艾条，嗯，还有配这个陨石坑药液啊。嗯，还有跟他熏这个，因为这个脚有点肿，有点肿是吗？还有熏这个涌泉穴，嗯，让他上下打通这个经脉就好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个，就喷一点药是吗？那他这个比较肿，你看没有？嗯。当然，我还这样把这个药全部擦一片，这个。嗯。非园区的巡护员邱斌来说，一件重要的事要等待着沉下来的夜色。为什么要在晚上呢？我交流通。哎呀，痛吗？哎，我看到你好痛苦的样子。等一下让他帮你弄一下。没有，等到腰了。没有，等我妈起来先。哎，我知道，等一下嘛。她在睡这个床。吃完饭先。嗯，吃完饭先。我这个我要弄一下，我这个也是留到好久了，已经痛了两个月了，我这个还没有好。啊。是爸爸好摸的吗？太好了。哎，你吃得太饱了。摸了。你吃得好饱。那你记得等下要请人，唔得太饱。开始吃饭，现在。快了，快了！你用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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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用啊